属于工人呢，当时厂领导给那个给找点活照顾呗。啊，一个月会900块钱。你要不做点墨儿，不做啥的，也不够花。这现在在景区呢，打扫卫生5、6年了，好像是。基本上有游客我们就去。拿个大夹子，背个大兜子，带水。反正我们在山上积柴惯了，经常爬山坡子。我脚干这活，没有怎么太大困难。